你还有一个亿，我操！我知道，我们两票了，我要等您两票了，说一下，是他。他都叫我白总，他们真的密谋，我刚刚过去，密谋什么？不知道。四个一起，十个一起是吧？四个一是吧？然后你们的心态呢，已经用完了。开个玩笑。好吧，来4.8个亿，来加1.8个亿过来。3个亿。这是你们在我面前实打实的用这个币赚的哦。交给老金就行了。好，我不知道现在还要咬耳朵干什么？你看我的家已经出了。十一点是你们要算，你看现在多少？1、2、3、4。嗯，行。好。那搞些钱呢？不是吧？他们这么穷吗？然后呢，我们的兄弟还有运呢，我们就到了6个亿。哦。是这样的，如果他胜利呢，你们就失败了。哦，他胜利，他是独赢，他有个机制是独赢。哦。哦，对。